欢迎收看周末Party Up，历来就害怕。别沉迷在动什么歪脑筋，小家伙别老在群组抢我。是是非难道你都没兴趣？不是吧，怎么我比你着急？想要一个全民男朋友，脑子短还不如什么都懂我。没有你拜托，至少交个朋友。是你全在靠就别负责陪我。天才又怎样？不重要，他得有肩膀爱我，放在我心上。这不是废话。男生又怎样？下班他不会知道我需要。男生那么多，总有一个适合你。男生那么多，想你喜欢不如多。唱跳歌手真的太不好当。怎么说？唱跳歌手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子会变成越来越年轻的感觉吗？是不错啦，因为这两位都是男神女神级的嘛。是靓仔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靓仔就是我们港片，人家讲靓仔就是帅哥，靓女靓雷就是漂亮的正妹啊。啊，没有错。所以这是跟我们今天的 party 有相当大的关系吗？就是在讲我们吗？讲我，谢谢。你把自己当男神哦。啊，你把自己当女神哦。我把自己当女神精。真的蛮像的。但你没差啊。你有想过要当女神吗？还是想过要当女神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我跟你讲，我天生就不是女神的料。我不是没有试过，你看 ，OK， 女神他们说你动作是像，比如说你要都是很慢、很优雅、啊，我就是喜欢这样做，怎样？哎，你还是合起来好了。啊，然后啊，什么还有那种回神，然后要回眸一笑的那种。我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真的我单身是有原因的。但我希望你透过这一集啊，慢慢的努力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这位来宾，跨足的领域又非常的广，电视、电影、舞台剧、主持、唱歌、主持，什么都来，跳舞，非常厉害的。所以现在女神不好当啊，太不好当。所以今天我们的 party 就是主题是跳脱框架的女神趴。Let's go party！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 party 大来宾，信阳。大家好，欢迎女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自己觉得我是女神。啊！看他笑，看他笑就知道。对，你习惯人家叫你女神，还是叫你新哥，还是叫你什么？哎呦，新哥也不错。新哥啊，就是 man。女神好，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被叫多久。我懂，我们随着年纪，我们珍惜。Okay. 对对对，我们好好珍惜。你记得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的样子跟感觉吗？
第一次上节目的样子哦，记得我很紧张，然后 我不觉得自己在电视上就是很漂亮，然后我也不觉得就之后可以成为艺人还是什么的， okay. 所以后面我被叫女神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好奇怪哦，你们要不要看眼科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在节目上面的形象都是扮丑，然后搞笑，然后我也不觉得自己就是真的有像那种很美女、像女神那样子的那种很精致的五官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优雅，然后有那种仙气的感觉，所以被叫女神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吓到这样，但是就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真心的开心。你像很多男粉丝非常的爱你，对对对对，真的谢谢大家给我自信。女神包袱这件事哦，你不懂啦，我是真的不懂。你会有女神包袱吗？我其实私下完全没有包袱，我就是有时候还会被经纪人制止，譬如说我会在路上讲话很大声，然后拿东西边走边吃，然后或者是我去试穿衣服的时候，人家不是裙子夹内裤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衣服夹内衣。对，我后面没看到，然后我走了大概一大 round 的百货公司，然后就有一个店员真的就好心过来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个后面要不要拉一下？好可爱哦。但我觉得讲话大声，我有时候也会，我笑声也是蛮粗鲁的啦，对，走路也蛮粗鲁的，然后我会也是喜欢边吃边走，这有不对吗？哎，是。哎，没有不对，你做的话就没有不对，他做的话他女神啊，所以女神做的话有一点不对。干嘛这样嘛？听说你有一次走在路上被认错，认错吗？认错，会啊，是被认成谁？蛮好奇的。杨幂，杨幂哦，很骄傲，但是我觉得杨幂，我那天真的超开心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。路过的一个男生吧，他就这样说：“你是杨幂吧？”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是。”然后我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说：“哎，不是不是。”他说：“是吧？你就是吧？啊，你就是杨幂吧？”原来是这样的啊！我也想说，我有他那么瘦吗？没有他一样美。我开心的点是这个，反正一样美嘛。你有被认错吗？我有啊，就是大家就很奇怪，就会把比较偏矮的艺人就会归类。我有一次去买咸酥鸡。他就跟我那个老板娘，老板就跟老板娘说，那个好像是啊，义翔啊，对，可以耶，可以，可以什么？后来他老板又说不是，他是蔡昌宪，哦，你讲怕帮噶黑的，后来他就多招待我一份咸酥鸡，哇，但我还是没有太开心呐、啊。被招待我很开心。我不是说义翔不好，你说我是谁，我都很开心。大家都是小眼睛，那就矮矮的。K 啊，那个女生笑得太大声。我觉得她突然觉得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你被他笑了。没有，女生你老实讲啦。给她点面子是不是？我没有比较帅吗？好啦，那我讲一个，我觉得其实我很开心被认错，在内地，然后我进酒店，然后有人就跑面前说舒淇。舒淇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舒淇，舒淇耶，一样，你也要，你也要，对，我还想说，我多希望我是舒淇，这个太值得开心了，太值得开心，我就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舒淇，我是一个比较不知名的原用，你听过华莎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唱给你听。门被认错都很好。一翔，杨幂，舒淇，耶，一翔，一翔，耶，不就可以上？我跟你讲，艺人被认错是非常非常。正常的事情，对，很正常。接下来要讲一个奖项，很特别，就你得了也不少奖项，但是特别要提出最佳接吻奖，哇！为什么一定要提出这个？你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奖项对于女神来说一定有很大的功力，才有办法得到。你会开心吗？得到这种奖项？我就想说，哈，我怎么不是最佳女主角？我懂。但是功力这件事情，我也可以认同，就是表示我们有一种魅力嘛。对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剧里面，很多吻戏，然后我们也是从一开始可能有点生疏，然后后面吻到就是还蛮自然的。但是他们上台得奖的时候，又很自然的吻了一次，这不在脚本里面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那没办法，因为我想说大家台下都拱亲，然后不亲就是很难一个 ending， 然后我想说让大家开心一下好了，为了节目效果就亲了，也没有特别谁、没有没有，但是我记得我看到那个我就，真的，我真的有吓到，但是我觉得哇，
佩服敬业。我想说就是那个角色嘛，就是最后一次还在入戏，还是在入戏中。所以那个真的是因为角色很投入才有办法做到那个程度。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要放感情在稳的部分，观众可以感受到那个真的甜蜜的感觉。OK， 好啦，但是我们先还是不要一直讲这个话题讲下去，我怕他会觉得啊，一直问接吻这件事情，不如让他唱一下歌嘛。哦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正好有首歌，对，是不是应该要打一下唱一下？好，正好跟接吻有关呢。嗯，对，这首歌就是叫《Kiss Me》。轻轻哼那时候那首歌，因为舍不得所以复习着，我想他转过身那一年那个吻，青春的刮痕亲下去还疼，我用孤独的养分享受寂寞的气氛。 Kiss me， 回忆尽处于情不可孤单铭心。 Kiss me，心痛话不再提，比如我爱你。我想他轻轻哼那时候那首歌，因为舍不得所以复习着，我想他转过身那一年那个吻，青春的刮痕亲下去还疼，我用孤独的养分享受寂寞的气氛。 Kiss me，属于情不可孤单铭心。 Kiss me， 心痛话不再提，比如我爱你。好意思演高中生，你长得才尴尬。我比你年轻。好好听哦。你说唱什么都合理，而且他
最近的这种比较抒情温柔的歌曲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展现他的唱功，真的。谢谢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音乐。所以其实他真的除了唱跳之外，就是有一种音乐性跟音乐人的一个灵魂在里面。越来越强。啊，谢谢。这就是你最喜欢的称赞吧？应该比女神还要开心。我今天好开心哦。就是加入音乐人音乐圈的感觉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都要做音乐，就是用心做，所以我觉得安霞真的很棒。谢谢。好，那重点是为什么我前面有这个？这个就是为你们两位的挑战跟考验。我有说我要挑战吗？你应该也蛮想当女神的吧？我们今天有一关，就是请了五位女神的爱慕者来，我们欢迎这五位评审团，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大家就好好的享受这两位女神或是女神经带来的精彩的挑战。首先第一关，女神优雅 walk， 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表情要优雅，不能表现出很痛的样子。不能痛，当然不行啊。我们是要认真比吗？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办法认真比这件事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去认真，要认真是不是？这些五位爱慕者一定会给你们满满的爱。那我们就来宾先好了，我先好了。好，老师要注意表情哦。哎，真的要赢哦，你要认真比哦。你也是哦。我 always 很认真。哎呦。突然上去了，这个真的有点痛，这个感觉真的很刺，这个比一般的还要再尖一点，还蛮痛的。我已经穿厚袜，你完了，我完了，我知道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老师音乐下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还留在上面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很好，但是他转身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这个 OK。所以转身的表情，他把痛苦留在后面嘛。但是他们还是看得到啊。没关系，因为这是我的评审，不是吗？但是，说不定他们就喜欢这些真性情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觉得这样很可爱。我们先来看看，还没有这些评审团给欣雅的分数到底是女神还是女神经，请翻牌。女神五票，恭喜您获得五分了。我觉得这个压力大了。我还真不知道我要怎么走这个耶。没关系，你就认真走。我们有还是有机会的。现在有请 Cindy 袁咏琳为我们走这个优雅的台步。哇，好，摆个 pose， 你可以回来了。评审团注意他的表情，还有他的双腿，谢谢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厉害哦！我的腿，我的不是我的脚，一直卡在缝里面。而且为什么你走路会变这样？这是什么款的肩肉缝隙啊？我本来就有点外八，然后我刚刚就觉得我一直卡在一个，因为这个太痛了，所以我会用斜的。哦，这样斜的比较不痛。斜的比较不痛吗？救我救我！对，这样真的比较不痛。哎，你们是爱上这个？还是很痛啊！但是你直走，你用直的这样子更痛，相信我。好痛，好痛！等一下，还是很痛吗？对，好吧。其实真的有时候踩到某个点就会非常痛。现在来看一下评审团给 Cindy 的成绩，到底是女神女神？我会很生气。请举牌，照你们心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们举不了。他们想说，哇塞，我会不会这样子被打？为什么是给他女神金这个？我觉得很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了，对不起。我觉得他回答的很真实。等一下，那我要问，为什么你给我女神？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痛啊，你可以走这样很正啊。好 ，OK。这种男人很温暖，很温暖。可以，我喜欢。目前比数，欣雅5-2 ，Cindy。哇塞，哇，是这样比哦。哎，现在有一点开始差三分哦。我有点落后的蛮多的。第二关要玩的就是女神级的 EQ 啊，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啊，一定会很多在网络上的那个酸言酸语。你的 EQ 如何？还好啦。你刚不是跟我说不 OK 吗？一下子开机说还好，关机开机说还好，关机的时候说不 OK。不 OK， 但这也是 EQ 啊，面对大家的时候，真的哎，其实这就是高 EQ， 对不对？一开机就是什么都是笑笑的这样。我们就念完，就是假如网友的留言啊，立刻回复他，立刻一题一题来。好，
好，有总共有三题，那请评审团认真的好好听一下他们的回复啊。好 ，OK， 来第一题，你自己打开自己念。袁咏琳感觉很臭屁，难怪一直都单身。我呀，请问一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单身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下辈子都要跟一个人相处，多累啊！就现在好好跟自己相处吧，好好做自己，臭屁又怎样？哎，好。哇，怎么样？你这个回复很真实，很真实，但是让我有点担心。会吗？没关系，真性情啊，是很真性情。而且我完全不会觉得怎么样，我会觉得说，对啊， okay, 就是难怪就是单身。Okay, 你不懂我，对不对？好好好好，那我们现在换欣雅的第一题。好好好，请欣雅打开，请念出来，念出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回复喽，谢谢。安欣雅演技很尴尬，这把年纪好意思演高中生？你长得才尴尬，我比你年轻。我们要把他那个，他真的是火山爆发喷出来了。姐，他一看完题目，眼睛就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女生对于外表非常的在乎，对于年纪更在乎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，要我们 EQ 好，真的很难。很难忍住的，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把自己状态，你看他每天跑步，他夜晚上去跑步，去健身，努力的把自己变成这样。对，我努力的维持高中生的样子。你们不要太严苛好不好？那换 Cindy 的第二题。好，袁咏琳看起来嘴巴超大，她可以什么吞拳头吧？请回复。我试试看。Ready？ 不行，卡住，差不多只有这样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我觉得你这一题回复一定加分，超加分的，加满。女生吞拳头吗？是，也还好。我喜欢看。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在那想什么？我没有啊。我们马上进行下一题。安欣雅那个服装很像包两圈锡箔纸就上去唱，台湾的跨年晚会真是越来越寒酸了。哈，等一下是什么？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不可以看新的？这个义大跨年晚会多久了？你可不可以跟上流行？现在最新的是去年高雄梦时代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每一个艺人，尤其是女艺人，在冬天女艺人要上台，然后穿成这个样子，知道我们是多敬业吗？她可以只穿两个锡箔纸，我觉得她超敬业的。不是锡箔纸，不是锡箔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其实我觉得这两位女神，你们可能就没有搞清楚，我们这一题是要玩女神级 EQ， 是要讲 EQ， 你们根本没有啊！我们是真心谈心了，现在没有很想回应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快速把这一关玩完。好好好，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真的不想看了。好，袁咏琳，她是不是周杰伦请来的和声？这个可以好好回复一下。是，真的，因为杰伦在唱歌的时候也是需要帮忙的，因为他一个人每个礼拜都要各唱巡演，太累了，还要照顾老婆小孩啊，他一年应该就是几百场巡演在跑。我们作为师妹师弟的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有休息的时候，非常棒，完蛋了，这个回复很好，我觉得我要输了。这个、我这一题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用很好的 EQ 回答。好，来，看一下那个样子就知道没有在煮菜了，这样也敢演傅培培？我也卤肉哎！我们真的是在煮松鼠黄鱼，那是真的我煮的，真的你煮的？对，没有啦，当然有些是厨师有做，但是真的在。弄的时候我有用，你是只是帮他把菜放在盘子上吗？没有，我有切鱼，要帮忙切鱼，切鱼，有切鱼，还有炸鱼，有炸鱼，对，我们还是学炸物。OK， 所以你会做菜？我会切鱼，那个松鼠黄鱼，那个你知道，那它的鱼肉是旋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要剪，就是切成可以旋转的。等一下，所以那你平时在做菜吗？没有，我是为了演傅培培，我去做菜。
对啊，很用心啊，因为前置作业需要学习一些功法。对，我还会包饺子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擀面皮儿。哇塞，还会这儿啊？还对，还墨鱼大靠。哇，你还真的去学了，是吧？你以后可以嫁出去了，你对，你不能看人家美美的，都觉得他们什么都不会。好，你们冷静一下。我为他抱不平，可以吗？给他们来一碗叉冰好不好？让他们冷静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敬业的，来看分数了，来看分数了。评审团现在要给 Cindy 林永麟几分？女生还是女生进，请举牌。哇！哇！瞬间加了五分。好，等一下请你去吃宵夜啊。好 ，Good job。OK， 谢谢。那立刻来举牌，是我们欣雅这边，请五位评审请举牌。认真回答。哇！好 ，O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位刚刚给我女神的，为什么你没给他女神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反应是很可爱，但是太激动了。所以其实他不会让我们真实做自己。我刚刚错了，我以为我们什么样丑陋面貌他都会爱。为什么你给女生？我觉得真性情很真的，表现这样很自然，就入我的心。哦，收服我的心。好的，谢谢五位评审。现在目前的比数是7-7啊。哎，继续下一关了，现在精彩了。来了，下一关是干爹干妈的最爱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品牌，从可能日用品到保养品，他们如何拿到这个代言？哦，你们的口条还有你们拿到产品的表现就非常重要了。OK， 这个我应该可以直接认输。好，广告词就在前面，我先念一次给你听好了。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咖啡。好，摆 pose， 然后假装他是咖啡。对。假装它是咖啡，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咖啡。我，你说怀孕怎么不让我们知道？哇呀，你这个几个月了，会够味啊！刚怀孕4个月，怎么不会？偷偷去哪里生？你说美国？哎呦，拿绿卡呢？这是什么状况下拍到的？疯啦！所以有被网友质疑过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有质疑过。啊，你自己。摆 pose， 然后假装它是咖啡。对，假装它是咖啡。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咖啡。我，谢谢。这个感觉有点使出大绝招的感觉。哎呦！哇，不是啊，是延伸嘛，所以可以杀菌除臭，还不错。这是比赛里面啊，小朋友不能模仿哦。好，继续下一题，来。这个就有点要跳家将的感觉。这是那个蟾蜍哎，九级嘿，九级拜九级啊哈，九级是他讲什么？你爱讲的是成败万败，不如归乡的国良提来拜。成败万败，不如归乡的国良提来拜。随时都可以。要不要舔他一下？你再去舔他一下。开始哦。嗨，成败万败，不如归乡的国良提来拜哦。突然觉得我刚刚好像走错方向，我刚刚错方向，我们刚刚可以剪掉吗？哎，可以。好，继续下一题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你的题目都比较难一点。哎，这个今天这个当然在整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接下来就要拿着这商品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就要讲一家烤肉万家香。我好怕会压到他。我觉得制作单位哈就邀徐威了。往前走就可以开始。一家烤肉。万家香，好辛苦哦，很重哎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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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烤肉酱，烤肉酱。他还没演完，没有演，我演完。哦，演完演完。你是觉得烤肉酱？我帮你包着，好像不会很好吃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是顺着下来，一人一题。做一次，我想看。哦。你会怎么演？我吗？对，你拿着这个要演烤肉酱。我刚刚想把它撒在肉上面。一家烤肉万家香。有哎。没有就把它当道具啊。哇塞，好了，那你可以走出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个。哦哦哦。这个我要扛过来吗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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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在这。这个路灯，
这路灯还可以插电。你要表达的就是，只有远传没有距离。灯光太刺眼了。那先帮我们撤掉好了，过关了。我们就立刻来投票吧。Cindy 到底是不是干爹干妈的最爱？评审团请下分数，请举牌。哎，没败呢，不错哎。好，我要再问一个人，你干嘛给我女神经吗？正常上我不会买你的商品。他好专业哦，你刚的咖啡你也不会想要喝一下吗？我正常都喝咖啡，可是刚安西亚的国农害我早上会想喝国农。碎。好，那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新亚的成绩哦，请下分数。好了，毋庸置疑。我知道我一定是完全是，我觉得五分。我必须说，因为他应该代言广告比我多很多，是，所以他真的有这个经验。经验啊，经验。所以我没有代言广告是正常的。OK， 对，导演磨一下就好了。从今天开始学习。会的，我会的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。现在目前的比数是12-10。哦。目前。现在是新雅领先，最后一关。还有机会。美丽的食神。到底是谁？因为通常我们吃东西都要注重一些优比较优雅一点啊，在外面吃东西可能要注意很多，也不能把自己吃得很脏啊。你有主持过就是美食节目吗？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所以我们有被训练，应该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嗯，我通常都是走那种比较大口吃的。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大口吃，观众才会觉得很好吃。对对，就会跟着想吃。那今天我们准备的东西太适合两位了，真的吗？哇，这么巨型的泡芙。这个在女神的口中会是怎么样呈现呢？比我脸大哎！下午茶要怎么吃才吃得美呢？两位女神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泡芙，真的很大。对啊，这简直像一个家哎！一个家，泡芙的家，超级大。是，所以我们要挑战把它一口吃掉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优雅的吃它。哎，我想看你一口吃掉。怎么怎么一口吃掉啦？那我们就先新雅先好了。我先呢，好，那我们优雅。优雅女神，你随时可以开始。我幻想一下，幻想。好，好，幻想的表情也好可爱哦。来了，还真的很优雅呢，哇！哇！我说出口感。爱心喷发，但是他刚这样这种吃法，大概要吃6小时才吃得完。我刚刚以为我们要大口大口吃，你这个是用挖的。没有，优雅的女人通常都是吃3口就给旁边人吃了。哦，她不能吃这种东西的。众所期待的 Cindy 带来的表演啊，不是表演，表演如何吃的优雅。你很饿，好想给你刮胡刀哦！这一定要给他热情的掌声，好吗？不管优不优雅，他已经赢得大家的掌声。真的很优，音乐害了我，因为太有感觉了。因为他那个音乐，我就跟着他的节奏，噔噔噔噔。我刚刚也是哎，是不是？对。光这一关，我真的会给你分数。就是我吃的超熟，我像脸上都是。很敬业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其实很可爱。来，你再擦一擦吧。那我们在你们在擦嘴巴的同时，我们有请评审老师给你们分数。现在要给新雅的分数，新雅，新雅，新。我吗？评审，请下分数。我。哎，你怎样啦？恭喜你啦！我不能扒出来吃嘛。你问他，你问他为什么？我不能扒一小口吃哦。EQ EQ EQ EQ， 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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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那直接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起来没有很好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新雅是16分。好。Cindy，
我还是输诶，我一分得到五分，没有、哦，不要要输也不要输太多就好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好，我们评审请下分数。哇！等一下，所以原来男生、Why? 对啊，你们喜欢看女生这样大口大口吃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帅哥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吃感觉超正的、啊，超正的，啊、就是那种。很做，然后非常享受食物的感觉。好怪、欸，那最终的比数是16-5，新雅获胜。新雅获胜，女神。这毋庸置疑啊，女神跟女神经嘛，差一个字而已，啊，跟差一分意思差不多。那我觉得重点是我们都在做自己。对，没错。对，然后会喜欢我们的男生，就是会喜欢我们。嗯，我觉得自然比较重要。因为我觉得这两位就是可以很活泼，也可以很优雅，各种可能性都有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合作合唱一首歌曲，真的，因为我跟他完全没有合作过，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们就只是对我刚刚说的同一个表演场，对，然后 IG 朋友这样，你结束换我的那种，对啊，或者在机场遇过碰面遇到一起哦，一起飞一起这样子，对对对。那你们什么想法？想要做什么样的合作？其实我之前在网络上看过他就是自弹自唱的演出，然后有一首歌我一听就很喜欢，叫 Hello， 因为我觉得他讲出女生的心声。对对，应该自己也很有，她就是比较淡淡的那种。MV 里面你就是一个邻家女孩，然后你就是很自然的在打理自己的生活，然后问自己说你们好一点，你们好一点。对，就是自我鼓励安慰的一首歌。对，然后正好我也有写一首歌，也是那时候因为跟赵又廷拍了一部电影叫《第一次》，还有 Angelababy， 然后我也是成全她，因为她选择了另外一个女生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两首歌串在一起可以。帮很多女生们还有男生们可以走出情伤的一个合作串烧、okay. 对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献给周末 party 的朋友，欢迎两位女神。 Hello， 加安排最近还不错，一样清晨的闹钟，坐晚上的公车走，超市里我的生活补充一周就够，橱窗中我的寂寞也许还会放很久，你一定在偷笑我，一成不变的经过，我不太会想起你了，顶多醒来的时候，我不太会埋怨你了，晚餐一个人享受，当需要拥抱的时候，先练习张开双手，对自己说一声 Hello Hello， 今天你好了吗？原来爱不能征服现在，有些事终究勉强不来。No， 我们在交叉路口徘徊，眼前的一切不像是过去的彩排。也许这次放手难期待，下一次当你再遇到爱，他会是一个比我。This is the last time， 这是最后的安排，与其渐渐地失去自己，不如把手放开，我们已经力的 try， 还是跌倒受伤害，虽然心里还是爱，我选择你离开。Thank you.
怀孕怎么不让我们知道？哇呀，你怀孕吗？这个几个月了，龟够威啊！大概怀孕四个月，怎么不会？偷偷去哪里生？你说美国？哎呀，拿绿卡呢？这是什么状况下拍到的、啊？疯啦！所以有被网友质疑过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有质疑过啊，你自己。哇，哎，刚刚这样子搭配怎么样？也很有画面，感触很深呢，哦。哎，我知道每次失恋就写一首歌，安排也不例外。那你多失恋一点啊，还有更多美好的创作。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对心碎这件事情麻痹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克服一切。那我们来看一点开心的事。好，可以，来，我们来最好可以。我们工作人员非常的贴心，找了一些欣雅，不知道该不该PO上去的照片，但是就被我们找到了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张，哇，哇呀，你这个几个月了，龟够威啊！你怎么怀孕怎么不让我们知道？他就是我之前大概怀孕四个月的时候，不会偷偷去哪里生？你说。你去哪里生的？美国。哎呦，拿绿卡呢？对，那么远的地方啊，没有了。美国很贵，你有保险？那是什么状况下拍到的、啊？疯啦！疯是疯，那时候风很，就是好像被吹成。对，那个外套飞起来。但是也吹的角度很好，所以才会看起来很像，而且很艺术。然后你又做黑白这样子，所以有被网友质疑过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有质疑过啊，你自己有？他自己质疑自己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天哪，我要不要把那个外套推进去，就是修一下？可是我觉得，那照片氛围很美，然后有意义，好像又有点怪怪的。我想算了啦，就怀孕吧。OK， 好，继续下一张。这张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，盘腿吃便当。对，这张就是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我的公司到底要我走什么样的路线。真的。就是我在大辣辣的时候，他们又要我优雅一点，然后我已经想要走好，我要就是优雅一点的时候，他又叫我拍这种照片，然后叫你播。所以这个是在拍戏的过程吗？没有，它是一个 MV 的剧情，然后我是演一个腐女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这应该演自己吧。对啊，我其实私下就是这样啊。对啊，我其实像我就没有这个困扰，因为我觉得我公司早就已经对我放弃了。所以下一个照片。那个是海苔，等一下，这是海苔胡须，对，这也是就是公司要我做，我想说，就是好吧，所以公司真的让你觉得很错乱吧？对，那到底要怎样呢？他们到底是要你女神，还是要女神经，还是要三八，还是我觉得现在的女神就是要多面貌，就让她看到各种面相，很写实的面相，觉得就是做自己，然后让大家感受到那种。开心看得舒服啊，欢乐或什么，其实都女生没有限定在某个方面。是你今天其实就可以这样打扮过来了，你可以戴你的框框眼镜，然后可以乱头发，不用可以素颜。对，我觉得是海苔。周末帕利亚就是感觉要回到家的感觉，可以更放松一点。我们可以陪你没有问题，我也不想要花这么多时间把自己搞成这样，很累耶，当女艺人很累耶。我觉得今天看到欣雅一个真的是比较女人味，然后音乐人的一个没错一个转变。嗯，谢谢。对对对，从你的歌曲跟你的表演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成长。真的。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那最后这首歌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每一集做的就是，会把不同的道具、工具、音乐器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好玩的改编。好，那这首歌叫《Chillaxing》。尝试冒险吧，重新出发，来一个 selfie 角度喊起 Lexing， 我会爱上我，爱上我。来一杯 coffee， 心情喊起 Lexing， 我要爱上我。心跳 砰砰 ，baby 砰砰 ，baby baby 砰砰 ，beating my heart。晴朗的心，我就是 Lexing。
是谢